梅花雪鸭这道菜是我们男女老少家家户户我们都会做的这道菜，因为这道菜来源于民间，是我们莲花县的一道地方传统名菜。现在呢，梅花雪鸭这道菜在我们每家每户户过年过节必上的一道菜。因为现在我们在外的游子回到家乡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吃莲花雪鸭，所以莲花雪鸭这道美食非遗对我们游子有一股家乡的味道。